心目中的漫画都是黑白色，而线条再构成灰色，黑和白是绝对，但灰色就是无限的可能。在漫画的世界，灰色代表着所有颜色，它是一种留白，给读者自己去填补，令我的漫画完全只是我的想象。由入行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很快意识到要做一些人哋不是这样做的事，重复人哋、重复自己都是没意思。能够称得上 iconic， 一定是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想起它，是独特而又属于大家的。